他每天都看新闻。我的朋友会一起来。他喜欢去海边散步。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？我们下个月去度假。他很擅长做数学题。我们一起去市场买东西吧。他在家里做饭。你能说一下你的名字吗？你觉得这家店的价格怎么样？你对这件衣服满意吗？我们一起去海滩吧。他的工作很忙。你平时喜欢去哪儿散步？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节目？你去过北京吗？我们去体验一下新的咖啡店吧。他每天都去健身房锻炼。他在家里学做饭。
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？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？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？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？你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吗？你能告诉我这个地方吗？他的家人都住在中国。他的家人都住在中国。他在学校里很受欢迎。他在学校里很受欢迎。我们可以一起。我们可以一起。你习惯喝热水还是冷水？你习惯喝热水还是冷水？他会说很多种语言。他会说很多种语言。你平时怎么去超市？你平时怎么去超市？他很喜欢运动，每天都锻炼。他很喜欢运动，每天都锻炼。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。他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了。我学习中文很努力。我学习中文很努力。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？你觉得学习中文难吗？你觉得学习中文难吗？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吧。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吧。你平时怎么锻炼身体？你平时怎么锻炼身体？你们家有几个人？你们家有几个人？这是我的护照。这是我的护照。你平时喜欢去哪儿吃饭？你平时喜欢去哪儿吃饭？
这个电视节目很好看。这个电视节目很好看。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他是一名老师。他是一名老师。我要去医院看病。我要去医院看病。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？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？我们在这家餐馆见面。我们在这家餐馆见面。他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。他对文化差异很感兴趣。请帮我拿一下行李。请帮我拿一下行李。你会用筷子吗？你会用筷子吗？这个城市的人很友好。这个城市的人很友好。他是老师。他是老师。你喜欢去博物馆吗？为什么？你喜欢去博物馆吗？为什么？你家离超市远不远？你家离超市远不远？你喜欢吃糖果吗？你喜欢吃糖果吗？你对这次旅行有何计划？你对这次旅行有何计划？你最近买了什么新东西？你最近买了什么新东西？你最近学了什么新东西？你最近学了什么新东西？我要去买东西。我要去买东西。我们今天下午去图书馆吧。我们今天下午去图书馆吧。我们一起去看比赛吧。
我们一起去看比赛吧。今天的工作很轻松。今天的工作很轻松。我想买一件新衣服。我想买一件新衣服。我们去买一些饮料吧。我们去买一些饮料吧。你常去哪个超市？你常去哪个超市？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。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。你知道这首歌怎么唱吗？你知道这首歌怎么唱吗？我们几点出发？我们几点出发？我们去看一场足球比赛吧。我们去看一场足球比赛吧。你可以告诉我时间吗？你可以告诉我时间吗？这里很烦吗？这里很烦吗？他是一名工程师。他是一名工程师。这是我的新同事。这是我的新同事。那是我的书。那是我的书。你喜欢看电视吗？你喜欢看电视吗？你对哪个国家最感兴趣？你对哪个国家最感兴趣？这个菜很清淡。这个菜很清淡。你每天几点起床？你每天几点起床？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。天气预报说明天会下雨。你平时都几点睡觉？你平时都几点睡觉？
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我学习汉语的速度有点慢。我学习汉语的速度有点慢。你会不会跳舞？你会不会跳舞？你家有花园吗？你家有花园吗？你去过哪些博物馆？你去过哪些博物馆？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你明天有空吗？你明天有空吗？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他的家离公司很远。他的家离公司很远。天气怎么样？天气怎么样？我们在学校见面吧。我们在学校见面吧。你平时怎么放松自己？你平时怎么放松自己？请给我一瓶水。请给我一瓶水。你平时用什么学习工具？你平时用什么学习工具？你喜欢哪个季节的天气？你喜欢哪个季节的天气？你住在几楼？你住在几楼？我今天看了一部好电影。我今天看了一部好电影。你喜欢看体育比赛吗？你喜欢看体育比赛吗？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。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。他的汉语说得很流利。
他的汉语说得很流利。他们的孩子很可爱。他们的孩子很可爱。你家离学校近吗？你家离学校近吗？我在家里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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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